M 九炙烤和牛，天然精品海盐，口感更加酥脆。各位，请慢用。诸位，做了这么多年的演员，第一次尝试什么是真正的无实物表演，敬大家。白酒啊。朋友们，面包会有的，马赛克已经答应了，只要咱们写出故事大纲，那第一笔投资就会进账，我保证啊，到时候摆在大家面前的一定不是空盘，而是真正的山珍海味。虽然我什么都没吃到，但我现在感觉一肚子大饼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这么重要的场合大谷为什么不在？我们吃肉吧。什么？你们要把大谷给开了？不赖我啊，导演的建议。谁呀？不是，是海霞给我的预算表。哎，预算表是成本做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之前没发现你们这么会甩锅。马总说的也对，那编剧这点活谁干不了啊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支。马总还说了，咱们都是从小学就开始写作文，谁还不是个小作家了，随便写写就出来了。马总这么会说，他自己怎么不来写？马总可说了啊，实在不行那就马总自己写，他的点子叫马总变形记，听着就难看。可是大谷是咱们剧团的兄弟，就这么把他赶走了？大谷只是不做编剧了，公司还有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他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嘛。海霞，这万万不可。大谷，公司把保洁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你，那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加油。你们会后悔的。吓我一跳，走路不出声了。抬脚，鞋比地脏，心比鞋脏。呸！文子，你也去写吧，不能让大谷看了咱们笑话呀。瞧好了，导演，我小时候写作文还得过奖呢。去吧。是让我算账还行，让我写剧本我是真不会呀。我这个书读的只进不出。导演，我和他们的情况不太一样，我写了两个剧本，你看看用哪个。你随便挑一个撕了它就行。我就说嘛，这投资早晚得黄。快，咱们去找大谷。大谷早就回家了，那也得把他给我逮回来。实在不行，请他吃顿饭。
你们要是不想请我吃就算了，你得先答应我们，要不然菜也不好退。大谷啊，不要那么计较嘛。就是，是我狭隘了，为了剧团您小人不计大人过。别说没用的了，关于剧本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们都是老外行，能有什么想法？你怎么写我们怎么演呗。这少来这套，让你们提你们不提，我写完了又各种想法想往里面加，赶紧提啊。那既然编剧是这个想法，那我们就提一提。我认为首先应该先定一个基调，做就做最好的。什么是最好的？就是集天下经典之大成，就是抄呗。哎，叫致敬，将所有经典的剧目混在一起形成一部戏，就是有礼貌的抄呗。我先说啊，我最想致敬的呢，就是咱们团以前的那个舞蹈演员小叶，啊，全团的老爷们儿，天天屁股后面追着人家跑啊。但是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吴，因为每次约会老吴都不结账。说好的致敬经典呢？要说经典呀，我喜欢莎士比亚。哎，我觉得哈姆雷特就挺好的。我知道。就是骑着扫帚飞那个，开个玩笑，就是想活跃一下咱们剧团的氛围。他意外得知自己的父亲被现在的国王所杀害，于是开启了复仇。费钱，服装库没有宫廷的，只有天庭的。天庭也行啊，猪八戒调戏嫦娥被贬下界，最后取得真经逆袭。编剧老师有什么想法吗？根据你们的想法，我整理一下故事大纲。哈姆雷特因为调戏了剧团舞蹈演员小叶，被玉皇大帝贬下了界，成为了王子。为了给父亲报仇，他保护唐僧从东土大唐骑着扫帚去约会，还给小叶结了账。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这个我们不妨就开启编剧中心制啊，让编剧为我们整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出来。整理主线没问题，不过我有个要求，您说，能不能给我点空间？这么大够吗？创作空间，别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加，自由创作的空间。好，好，好，那给你自由的创作空间。你撕下来呀。歌曲准备好了吗 ？A 区到位 ，B 区到位 ，WC 区到位 ，D 区到位。你们准备好了就行。我这里不太好啊。不行啊，我们剧团不会创业未半就资金断裂吧？我们压根儿就没见着钱呢。最近哪天有流星雨啊，咱们集体许愿，马上有钱，马上有个剧本也行啊。嗯，你说你也是成熟编剧的键盘了，怎么就不能自己写个本呢？那就不是键盘了，是键盘侠呀。什么？那就不是键盘了，是键盘侠，会打字的超级英雄 ，Keyboard Man。有了。
咱们就写一个想有什么就有什么的剧本，主角就是键盘侠，只要打出来的都能变成现实，你们的所有梦想都能融入进去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行啊，这个行啊。哎，大哥，等会儿，我现在有想法，我想跟胡姐说点什么，让魏总发来个答案和请求。